看着没，咱们这么多人，他俩还是那么嚣张。给我嚣张！哎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算了，哎，疼疼疼！你们俩还是想回去怎么做人吗？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们怎么做人。放你走，这限量版的衣服买不到了，我不会给你们的。嘿，拿俩银子是吧？拿来！打！走！我让你放手，你怎么就跑了呢？你看这几位大哥多不容易啊，怎么就不能相互体谅一下呢？拿大包，你怎么回事？嘿嘿，呆子，你穿这身衣服什么意思？侠客。我操！小的还挺灵活，给他练练。不是，哎，好，大哥，要不把我的包抢了得了，让我先走吧。我去年买个包，可比你这破包强多了。哪招？卖萌啊，没用。你以为戴着头套你不敢拿出来？哎，等等等等，这个包也是我去年买的，还没进。受伤了，疼不疼啊？别怕啊，我给你包起来。乖，听话，来。好，来，试试能不能走了。来。龌龊，没出息。泰迪好色这件事儿啊，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，你又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呢，兄台？谁在说话呀？出来出来！你先保证不会把我当成你发现兽欲的对象。放心吧，我在变成人类的时候，我是绝对安全的。我在这儿呢。你是什么鬼呀？哎，我不是龙，我和你一样
也是妖。叫麻妖好了。那你是什么妖啊？变异啊，就是变色龙。变色龙知道吧？哎呀，变色龙的动物很神奇的。干嘛呢？你不是说变成人，你不会有邪念的吗？不是，你这是衣服穿的也太奇怪了吧？没搞错吧？我从大选星来地球的时候，人类就是这么穿的呀。拜托，已经500年了，你这事儿 out 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以后叫你阿怪吧。哦，我叫阿怪。阿怪。哎呦，哎，你是哪一年练成人的呀？48年。哦，这是我的化妆室。哦，这么讲究。哎，工作之中啊，没有小事儿，往往影响你成绩的不是那些大事情，都是一些被疏忽的小细节。怎么样？这个不错。不要。你是站住！干嘛？还有小孩？你几岁了？10岁。是化肥长大的？你把这一毛钱扔我脸上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碰瓷儿啊！我哪扔在你脸上？明明在碗里面。这是词，你懂吗？我的意思是你给这么少，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。那又怎么样？哟呵，想挑事儿是吧？你别说我欺负小孩，去把你爸给我找来。别的人可以吗？再见。单挑还是一块上？我好好给你上上一课。哎，有人找你们打架了。不是，这他看起来还蛮厉害的，哥，你们可以一起上。不是，在哪里呢？欠你很多钱吧？看着他被打，这么兴奋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朋友啊，他可不是一般人。我朋友他会隐身，其实这些人啊是在自己打自己呢。哎，人呢？怎么样？人呢？果然有两下子。咱们走。哎呦！阿瑶，你快出来吧！阿瑶，都走了。阿瑶，你没事吧？阿瑶，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？我不是，你不是会隐身吗？我隐身也不是变身呢。你就不能让我死在这儿尊严吗？哎呀，阿瑶，你怎么可能死呢？咱们修炼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好好过上人的生活呢。阿瑶，你不是知识渊博吗？那你教教我吧，什么叫会做人啊？我教教你啊！我要能教你，我都不正式见面了。咱们真的应该找个人好好的学习学习才行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嗯，行，挂了，拜拜。什么名字来着？我说了，你们可别打我啊！我问你名字呢，打你干什么？我姓甄，叫甄有钱。我说他叫甄有钱。你爹怎么能这么羞辱你？不是说好不打的吗？你这名字太欠打，我情不自禁呢。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女的，她突然领着一个泰迪进来了。
然后我就成哥饶命了，真的成哥。谁说要你的命了？你的命能值几个钱？我要的是你一颗肾。强哥，千万别啊，强哥。看我们这行呢，这没有了肾，他怎么工作呀？你这样下去怎么行？你只有一个人类的躯壳，内心还是条狗。你要做个真正的人，明白吗？被你骗的那些富婆，一个个更年期早过了吧？谁还需要你的肾？强哥，我不就在你们家吃了一顿寿司吗？你沾我一个肾，这也太冤了。这是一顿寿司的事吗？你知道我把这些寿司放在我媳妇身上花了多长时间吗？我是想学呀，可是上哪儿学的？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该怎么做人。咱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哎，咱要不就找他们教教我们到底怎么做人吧。好啊，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庄重点啊。绷绷带死掉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慢着。慢着。笑得这么开心，一定是有必胜的把握。看来咱们是中埋伏了，怎么办？我先稳住他们，你快给老大打电话。二位是哪条道上的？我们啊，哪条道都走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既然不愿意说你们的身份，那我就不必问了。但是我们老大，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。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听说过，完全没有。没有听说过。老大放眼里啊，这傻子。你们今天来到底干什么？不妨明说。哎呀，你不是会教别人怎么做人吗？你教教我们呗。这是我刚才一时开的玩笑，二位别闹了。不，我们可是认真的。教教我们吧，教教我们吧。来，怎么做？大哥，哎，小子，你俩不是想学做人吗？是，看着没，咱们这么多人，他俩还是那么嚣张。给我嚣张！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。做成鬼了，我都。你干嘛呢？饭前准备工作。
你最好也活动一下，免得一会儿拉伤。哎，王凯，看清楚前面那个红绿灯没？右转，一口气跑过去，千万别回头，然后咱们就安全了。安全？嗯，安全是什么？哎，一会儿就知道。嗯，对了，你每天就这么吃饭吧？这哪够啊！早上豆浆油条，晚上啤酒烧烤，一样都不能少。都这么跑？也不是，就包子铺的老娘们傻呵呵的追，其他老板都是认投资项目。你摸我这一头的包，都是卖油条的小伙打的。真摸呀你！你说你要是像别人一样正经找份工作。也不至于每天让别人拿石头砸，拿刀追着砍吧？你以为找份工作就好了？啊？遇见一个变态的老板，一天羞辱你好几次，还不如拿刀砍两下呢。看见没？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、慈善家康森先生，也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客户。没想到你生意做这么大，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？什么都不用做。我主要是想让你体验一下挣钱的快感，知道什么叫做躺着就把钱给挣。好，那我躺下了。哎，康先生，救救我们吧！怎么回事？兄弟，康先生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康先生啊，我叫阿妖啊，这是我可怜的弟弟阿怪，我们两个自幼父母双亡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他给喂大，哎。不料天又不测风云呐！我弟弟竟然被查出患有12种癌症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哎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更一请看，皮肤癌、鼻咽癌、食道癌、肝癌、肺癌、乳腺癌。乳腺癌？男人还有乳腺癌吗？不，你这个人有没有同情心呢？啊？有没有一点常识啊？男人也是会得乳腺癌的，好不好？你呀，赶紧回家查查去吧。胸那么大，一看就是晚期。不好意思，康先生，我记齐了。哎呦，直肠癌、结肠癌、膀胱癌、敏感刺癌。这个，真是罕见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既然你碰到我了，这种事情嘛，我肯定会帮助的啊。康先生，哎呀，不过这个我一般出来，你看我这身上也不带现金的呀。支付宝你用不用啊？支付宝啊？你是说我竞争对手的那个产品啊？啊，那微信转账也行啊。不是，你手表、戒指啥的。哎呀，巧了。不要着急，兄弟啊。阿彪，哎，身上带没带现金的？有，好，赶紧给这位兄弟赶紧治病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康先生好人，康先生，找我助理就行了。康先生，康先生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，康先生。来，康先生，康先生，啊，来啊，今天是这个发布会，大家进，都过来，来，啊，还有游戏币啊，抠门。太抠了！哎呀，你这叫什么事业？这不就是乞讨吗？我发现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，好不好？一个人实现理想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，这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吧。这也叫理想？我真是高看你了。理想不分贵贱，有钱人想买一个包，穷人想买一个包子，难道穷人的理想就应该被轻视啊？你的理想是什么？
就是他那样的呀。钢丝集团在贫困地区的这个捐助，大家都有一个好奇，您捐赠的是什么呢？大家都应该知道，造成贫困的这个因素有认知和观念的落后。这是我个人亲自撰写的这么一个个人传记，书名就叫做《如何赚他一个亿》啊。这本书有什么优点？优点当然很多了，比如说它是纯铜版纸啊，有很多的彩页，还包括各个时期本人的不同的照片，这么多。黑先生，我只是想请问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的特点。内容，我想想啊。好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到设计好的这个文件。好，下面有请受捐赠者出场。好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钱啊，帮助你解决你弟弟癌症的问题。好好好，这个还能解决其他很多问题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你有啊各种疑惑是正常的，你很快就会明白，努力了不一定成功，但是不努力一定很舒服。这怎么这么慌啊？我们家大了。到这儿。你住这儿是啊，我是个鸡飞。那怎么还有其他人住？都是一帮搞艺术的。不是那画家，那唱摇滚的。这边看，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，南北通透，都能下来。我不习惯。谁让你看了？晚上给了。你就看这个呀？啊？啊，谢谢。我还喜欢听听，跟狗似的。好家伙，我先睡了。大家伙快醒醒！打劫！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还打劫搞艺术的？都什么眼神啊？他们也是被生活所逼的。那他们到底是谁呀？一群职业自由职业者，有博士生，后边是炒股的。不是阿贵，不是你干嘛去？我真的要走，我再也不想过这种让人欺负的日子了。我要找工作。你还找工作啊？昨天晚上追的那帮博士生，他们都找不到工作，你还找工作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找到了。等会儿，找到了？怎么找到了？就在路边吃包子呀。那个时候有个大姐过来，她问我，她说你做吗？剪烫，然后还有那个染啊。你说的是在理发店工作？
念在咱们都是妖物的份上，潜心修炼几百年，我这儿有一道符，送给你。回头啊，要遇到什么难处，找个人多的地方，把它打开，双膝跪地，虔诚的祈祷，问题就迎刃而解。还有啊，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啊！哭够了吗？我走了，阿耀。你赶紧走吧，你。再见，滚蛋！哎呀，我他妈服了，我太受刺激了，我真是啊，我操！这都一个星期了，怎么阿怪还不回来找我？来来，你鸡腿。哎呀，哎呀，吃饭了。这个哪来的？别人给的呀。闹吧，你这是有违职业道德，你懂吗？别人给的吃的一律不能接受，要不然我们不直接真诚要饭的。那我们本来就是啊。错，我们是要钱的，不是要饭。哎呀，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老板娘说我不会做人。哎呀，其实现在我觉得，有时候做人啊比做动物还累。你饿了，走，我请你吃包子去。没想到你小子学习能力还挺强啊，是不是还是抢来的包子好吃啊？什么呀？今天他给装的跟个人似的。再给我来两个，然后他拿两个，一共4个，4块钱。怎么着，这是偷包子偷上瘾了？啊，不是，我一会儿再跟他说吧。拿着吧。不是，服了。怎么样？同样是包子，啊，用乞讨的钱买来的，跟自己钱买来的。是不是吃起来不一样？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哪来的钱呢？之前你不是给我一道符吗？说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拿出来祈祷一下，困难就会迎刃而解。你用了？对呀，我被理发店赶出来的时候，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符拿出来，我祈祷了一下，立马，别人都。就给了我这么多钱，阿贵啊！你看啊，你赶紧把它给扔了！你根本就扔我工资干嘛呀？我想找你再要一个呢。不是阿贵，你看看，求十元吃饭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对不起，阿贵，让你丢人了。阿贵啊，这个地方可神奇了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完全被惊到。好，开。当当当当，这个是电视，里边有各种人，还有各种生活，我们专挑感兴趣的学。哎，阿耀，这不就是有钱人吗？那咱们学他们就行了。这个是有钱人，但是不能学。
除了母泰迪之外，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因为人类而现出原形？那说明你已经向着人类迈出了一大步，开始想和人类交配。我们当时就是那么认识的。那你们，嘿嘿嘿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当时你什么心态？是人还是狗？是狗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而变的身。那嘿嘿嘿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跟看到同类一样，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欲望。没什么，不好意思。那你遇见别的女孩也这样？没有。看来这个静静文呢，觉得有过人之处。你还得再去见他，找到其中的原因，顺便问一下怎么发财。那上哪儿去见他呀？是不是很像？哎，简直一模一样，是吧？哎哎，服务员，按照这个再来一套。哎，到了到了。一般晚会啊都是吃西餐，所以咱们从先从西餐做起。就130，那怎么办？当然是你进去了。那你呢？您好，先生几位？一位。哎，刚才那个服务员一直都往我这边看，怕什么？军规鱼好喽。烤牛排好喽！哎哎，王贵，西餐礼仪你学会没？太简单了，就一个字，快！先生，你们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这着装不规范。我们着装怎么不规范了？不是说着正装出席吗？这不就正装啊？你们的上半身是正装，但是下半身有点……不是着装礼仪也没有讲下半身的事儿啊？对啊。再者，你看这人啊，是不是和我们一模一样？我相信他的下半身也是正装。你怎么知道啊？那要是他下半身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穿呢。对不起，按规定你们是不能进入的。
哎，你没变身呢，走，走。快去啊，和他打个招呼。不太好吧？这样会不会有点唐突啊？而且他都不认识我。哎，你们两个当时还做了什么？有没有比如说比较标志性的动作，帮他回忆？我说，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不熟我也烤熟了。不是，这是不是那天跟咱们一起学做人的那个什么？郑有钱，就是他。哎呀，你说，咱们同样是跟一个人在学，为什么他这么快就成功了，而且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啊？是不是强哥教咱们东西咱没理解透啊？哎，咱们一会儿找郑有钱问一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行，你更聪明一回。哎，这是土鳖不知道吃西餐的礼仪啊。嗯，别告诉他们，赶紧别告诉他们，继续。旁边的，别那边。干嘛？不是说要单独找甄有钱说几句话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你啊，等我去给他下点药。下药。假惺惺，假惺惺，做人何必假惺惺？你想看，你要看，你就仔细的看看清。不要那么样的装着，不要那么样的装着，一本正经，一本正经，何必呢？假正经，假正经，你的眼睛早已经溜过来又溜过去，再偷偷的看个不停。不许动，不动，好，绝对不动啊！两位想要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有啊。嗯，那也比我们强多了。我们同样是一个师傅教来的，我们可比你惨多了。想起来没啊？是你俩呀？是我俩。没想到吧？我们也没想到。对
对不住二位啊，能不能让我先生？别，你都不知道我们见到你有多高兴，尤其是你已经如此成功了。这能不能让我先？你还是先教教我们李经理什么是名字的好事。行，可以，但能不能让我先？哎呀，你就别开会，能不能先让我？炸怪，你放手。你没看到他想上厕所？你哦，去吧。不用了，已经解决了。阿怪，你看你给他逼的，你明知道他吃了泻药，你还不让他上厕所？泻药啊！你们给我下了泻药！不是，我们是因为想见你，然后又怕被静文看到了。你认静文？啊！什么啊？你们两个不是人类？是，所以我们就四处跟人学习做人的道理嘛。所以这不是想问问你，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成功吗？有什么秘诀吗？对，这个秘诀呀，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需要团队合作。那你的团队呢？哎。这就是我之所以还没有成功的原因，我是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两个可以和我一起走向成功的人。大哥，你别找了，我们两个就是啊。就你们俩这个长相，那真是天庭饱满，那个地阁方圆呀。哎，一看就是发财过上好日子的面相。是吗？你以后能不能带着我们俩一起发财呀？我们以后就叫你叫大哥了。大哥，那个按规矩啊，认人做大哥啊，是不是有点礼物啊？大哥不怕你笑话，我们两个现在穷的就剩下屁了。哎，没事儿，礼物不在贵重，关键是个戒指。够呛。大哥，我只有这个。这个不是一块破布有什么用吗？不是大哥，你不知道这有故事，可是他的宝贝，是他女神静能送给他的。等会儿，你说的是康森的女儿静文？是啊。没事啊，虽然说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，但是我先留着啊，好歹是个东西。大哥，你这礼物都收了，那我们该做点什么呀？那个没事，你们就在这待着吧，啊，等我的消息。大哥慢走啊，你早点回来。两个笨蛋还想发财？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这强哥呀！跑了？不是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行，强哥，你别，你听我说，哎，我就裤子，我这，哎，上回有两个傻瓜救了你的命，这回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欠我的那颗肾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收了。我已经接近康森的女儿康静文了。你搁这逗我玩呢吧？我真没撒谎，不信你看我的口袋，还有他送我的手帕呢，我一直留着。不信你看看，告诉你，我马上就能把他哄好，到时候啊，咱们俩就能挣一大笔钱了。你有把握吗？有，如果这次没有成功，你到时候把我的俩肾都拿走。你说大哥是把咱俩给忘了？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让我们在那儿等着你太久太无聊了，我们就上车来等你了。不是，你们俩怎么知道这是我的车呀？大哥，你忘了阿怪他是条狗，他能闻到你的味儿。找来了。哎，阿怪，你怎么不上厕所呀？我尿过了。
我操！赶紧拿去，有那么多人吗？给我倒掉，那边就是厕所。去。对了，大哥，那个我能不能尿那个轮胎上？哎，强哥，我这边出了一点状况。你看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哪像个有钱人住的呀？哇！哎呀，大哥，你们家好大呀！哎，有钱就是好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我想尿尿。哦。开放式厕所，啊，把厕所设计成这样，真有想象力。马桶在哪儿啊？喂，你到家了吗？我刚到。明天我们去哪儿啊？哟，明天我有事儿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明天我得去一趟动物流浪收容所，然后去照顾一下小动物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没问题。我是很意外。没想到你这么有爱心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喜欢小动物嘛。我也喜欢。哎，那我们下周一一起去好不好？好啊，不过我要先看一下我的时间安排。好，那这样，我等你电话，我先去喂狗。嗯，好的。吓死我了，有病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不是说要喂我吗？喂你吃屎，我还想吃。大哥，你也喜欢吃屎啊？不，大哥，你赶紧给我们上课吧。嘛呢？钱。那这一课，咱们就讲基本要素，你得有眼力劲儿，哎，会看人，见人下菜。哦，啥意思？打个比方说，我哈哈怪谁像大哥？大哥你，你不能光会看，哎，你还得懂得让大哥开心。什么敲个背呀、啊，足个疗啊，死个胖啊什么的。哎，哎，这个悟性高啊，悟性高。阿怪你学点啊。学。大哥，这都被人抢了先了，那我该怎么办、啊？端茶倒水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？会。大哥，喝。哎呀，这什么酒啊，劲儿也忒大了。哎呀，赶紧再倒一杯去。哦，好。大哥来了。喂，你是不是偷喝酒？我没有啊。那大哥怎么喝了你那什么水一直上头？可能我最近有点上火。那嘀咕什么呢？那个，开门呀！顺便不认输你，谁赢了谁去。你好，您的盒饭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不用给钱啊？大哥，吃饭了。嗯，让他先吃去。太感动，再也不用要饭了。嘿，好哎。今天大家辛苦了，散会。
错啊，来，等你呢。这狗啊，之前丢过一次，然后当时疯了一样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哎，没想到居然它自己回来了。它呀，前腿受过一次伤，回来的时候呢，还包着一个手绢，也不知道是谁做的好事啊。你相信缘分吗？什么缘分？是你救了他，手绢上有我名字的缩写，你看看。我相信了。缺少的一部分，因为人呢总是想听他自己想听的话和故事，所以说我们得编些故事给他们听。那不就是骗人吗？当然不是，骗人有人会受到伤害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很开心啊。就不能看看阳光的东西？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咱们想要成功的生活吗？我有点想进门了。你不是推荐我吗？那不一样，那我是作为大哥的工具去见的，现在我想为我自己见。那明天我们去见他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吃点肉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阿贵，你怎么现出原形了？什么？你最爱吃的零食，还有最新版的游戏。怎么了？怎么一点都不兴奋？嗯，好吧，那先这样吧。抱歉迟到了。有事儿？没什么事。不可能，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就没见你这样过。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公司最近出了一些状况，资金周转不灵了，公司偏偏要办一个
流浪动物之家需要多少钱？这事儿当然跟你没有关系的。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不能看着你有困难不帮你。正好。我那天看见一个人，他抱着一只狗，那只狗特别像你的狗。不会吧？起来。你们俩是不是去见静雯了？没有啊。不是，你们俩现在都开始学会撒谎了是吗？不是，我们就试试看了一眼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你们不能私自行动。不是大哥，那我们这个团队到底是做什么事情的呀？我跟阿瑶其实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就是整天陪着你去追静雯。那难道这就是你要做的事业吗？事业有很多种，人们都愿意选择最简单的那一个。哎呦天呀，谁说的？电视里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以后不许看电视，都学坏了。怎么还没出来？我们不是坏人，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，你们根本就不是人。我们是来报恩的，你救过他，报恩，救过吗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真身。嘿嘿，你想起来了？那你应该是条蛇呀，怎么会变成只狗呢？怎么能是条蛇？这就是条狗吗？这是？真的是你呀？那真有钱抱的那只也是他吗？是他。那你们在为真有钱工作呀？准确的说，我们应该是一个 team。嘿嘿。呀，越来越人模狗样了。我给你的期限还有三天，能不能保住你的肾，那就得看你最后能不能成功。强哥，你放心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我不管你能不能成功，我只关心我的那份钱能不能拿到手。一定的。大哥，坐吧。哎呀，我想跟你们说件事儿。我决定以后不干了。人呐，不能为了钱而做伤害别人的事儿。大哥，你的路想太好了。我们正愁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呢。说什么？说我们也不干了。你们还真是我两个好兄弟啊！想问题都能想到一块儿去啊！想到一块儿去。其实我们最对不起的人，
哎，静涵，我们把他给说服了。他现在和我们一样，准备痛改前非。嗯，他想让我请你去他们家一趟，准备当面给你道个歉。回回这衣服。哎，别，现在走吧。嗯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这身衣服不好看。快点，好看点。你们俩去买点吃的吧，叫外卖呗。你不是说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吗？换种生活方式吧。道歉，你怎么不来找我呀？笨蛋！如见到监控中抱狗的犯罪嫌疑人，请及时报警。不是，我们怎么可能绑架静雯呢？这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大哥绑架了静雯？可是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是咱们俩绑架了静雯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只有咱们俩救出静雯，才能够洗清罪名。不，警察怎么来了？哎，我。快跑吧！蛇咬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快去救你静雯去！我怎么能扔下你呢？我要回来给你吸毒。好兄弟，估计除了你，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为我吸毒了。仗义，那你不是赖把我准备好了？你被咬哪儿了？你被咬哪儿了？蛋蛋，快！啊，好兄弟，来吧！啊，阿瑶，那你还忍会儿吧。我先去找静雯了。好兄弟，明年的今天，你今天替我烧纸啊！不是，你滚！哎呀，交友不慎呐！你快回来了，那我。
你再想想。你是不是想说些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后悔了我骄傲的公主？你的计划不会得逞的，阿月和阿贵会来救我的。你有毛病吧？哎，你不会真的觉得他们俩爱上你了吧？哎，对，就那俩猪脑子，他们懂得什么是爱吗？啊？你大爷！我弄死你！哎，你呀、啊，你先弄死你身后这些人再说吧。这么多人、啊，别怕。阿怪，你来。哎，有有有，快快快！快！坏了！哎呀！去去去去再能打，这次也打不赢。你们再快，也能有我的子弹还快。现在知道有钱的好处了吧？啊！我拿钱砸死你！哎，康先生，今晚不是我们绑架了。对，我知道。自打这小子一接近静文，我就后面一直暗中调查他。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老东西，爸爸，女儿，你别怕啊，爸爸马上就来啊。把钱给我扔了，别他妈废话，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。你别着急，钱就在这儿，好不好？你来拿啊，别伤我女儿。过去，把钱给我拿去。反正没问题。阿贵，你速度比我速度快。趁你的时候，你拦住他的去路，只要我能坚持十分钟，警察就会来了。想拦着我不让我走啊？那得看你是不是下手快不快。不是，小姐，点烟。可以放我女儿了，别再卖车放了，快来了。是。
阿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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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哪儿了？哎呀，阿瑶，阿瑶，哎呀，阿瑶，阿乖，我，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了，刚才的毒好像没洗干净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我再帮你吸一次，那你使点劲儿啊！抬起来，快快快！你还真吸呀、啊？我逗你呢，我没事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对我不错，好兄弟。哎，康健呢？康健呢？那边，那边，知道怎么办去。哎，康先生，行了，都绑好了啊！你们俩看着吧，啊！厉害，康先生，都绑好。咱们都喜欢他，那不如谁都不见好了。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说。那你先说。哎，不是阿哥，你干嘛你啊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刚才我变身的时候，静雯亲了我一下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来弥补我这个错误了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到你说了，我想说啊，我已经不喜欢。
每一个。